生一个鞋，看来你也懂一点啊，真口肉无所啊。我怕别人看见不好意思，王一少爷你可以拉倒吧，我直播间就你一个人在鸟里，连妹子都没听。还有什么毒龙，毒龙就是女的舔你们屁股，又毒龙，干干浪。伤残加微信不咯？到局话不塞的，不玩啊。好吧，前片就是毒龙，感觉很恶心的，半野探。嗯，那有，刚刚还有个搞完事儿了的女。就怕怕，没那么多事儿，对啊。但有些就不一样，有些就要超级嘛。为啥？就我一个人发消息跟你说话呢？因为直播间没人啊。赶紧来换桌子，点关注。爆菊蛮爽的。你就那么变态吗，抱抱？赶紧了。现实话都是微信聊的，啥？不是啊，啥？说话都是微信聊。我微信要是你多发几个信息，我就看不到你发的啥了。你就怕一会儿设了。嗯。你要不超一会儿就设，那你还想咋的？感谢哥送的香吻，感谢手机一代，有的感觉都没来，可拉倒吧，明天家里关注你了。好的哥上台，好的哥，你要哪个群？我那个是官方群，我发朋友圈的那是官方群，不能进的。我那是官方群哥，我发朋友圈的那个群是官方群。只能官方和直播小姐姐参与。感谢送的棒棒糖，欢迎十元哥，但你可要来。好的哥，哎哥，你指的明天是哪时候？现在都已经10:30了，哥，你要20分钟以上女的才有感觉。熊猫。你上班你又睡醒了，我菊花树，啥31个，我没说31个啊，啥时候？等我有那个，等我水多的时候，现在水我刚直播太久了。你要前戏才舒服。嗯，哦，我说你要什么时候给我刷那个加我微信？我说现在都已经10:30了，我说现在已经10:30了。你明天是指10:30还是10:31？现在已经过12点了，哥，玩多了。前戏好，很快就可以很爽，对吧？小姐姐说呢，我在想你大屁股来，你是不是要看？20分钟直冲，水都干了。说一般都要有前戏。泡在我旁边啊，泡在旁边玩电脑。看屁屁刷礼物了，看屁屁。刷什么？你觉得应该刷什么合适呢？肯定礼物越大越好了。刷礼物，刷礼物给。欢迎齐强等，
发给你吧。欢迎喜欢超超富。